2021年，我以慈悲为怀嘅心，用笑声告艺人，无啦啦仲大献埋自己，咁就红咗啦。今次趁住新年，我换咗件衫，要翻嚟啦。叫高怡，耐唔耐高一嘢啊嘛？记得睇呢个七夫星啊！嗰件其实系一个情趣内衣啦，好明显啊。因为正常我 search 个肚兜应该系好大件嘅。系啊，所以艺术啲嘢啦，系唔好限制佢噶。系啊，所以艺术啲嘢我都要打破呢个框框噶。你个样有啲似我个妈咪，不如我叫你 Mother Fuck。 眼珠放輕，而家影啊！哎，師傅肉盡咗力㗎啦，咁樣吸啲 G 翻嚟啦！你咁樣係吸毒啊，唔係浸緊。我喺牛車水響咗度㗎啦，已經。你啦，邊個響度啊？你唔係呢度係巨蜂。哇！先係咁喐㗎。之前心想先生，哇！喂喂，師傅，好性感啊！性感，哇！哇！ 點解有個男人嘅嚇死我？唔係話 one night stand 嘅咩？你唔好呢個 pose 住先。你感覺？你放手啦。今次班嘉賓，我細細個就睇住佢哋長大㗎啦。我會盡力令佢哋福星高照，變成地球上最勁嘅七福星。 我派财神，永远爱你。睇七福星，追七福星，师傅乜都俾你。企剧呈现七福星，星期一晚10点半。